玉选语录：清世宗皇帝玉选，玉制总序，如来正法演藏，教外别传，实有透，三观之理，是真语者，是实语者，不妄语者，不狂语者，有志于道之人，则须勤参历究，由一而三，步步皆有着落，非可蛮憨含糊，自欺欺人。正既生明此是，不习化惰，逐一直明，夫学人初登解脱之门，乍视业系之苦，觉山河大地十方虚空，并皆消陨，不畏从上虎追，舌头之所蛮，识得现在七尺之躯，不过的水火风，自然彻底清净，不挂一丝，是则名为初步破参。前后既断者，破本参后，乃知山者山，河者河，大地者大地，十方虚空者十方虚空，的水火风者的水火风，乃至无名者无名，烦恼者烦恼，色声香味触法者色声香味触法，尽是本分，皆是菩提，无一物非我身，无一物是我意，尽智融通，色空无碍，豁大自在，常住不动，是则名为透众观，名为大死大活者。透众观后，家舍即在途中，途中不离家舍，明头也合，暗头也合，寂即是照，照即是寂，行思住思，体思用思，空思有思，古思今思，无生故长生，无灭故不灭，如斯心心行旅，无名执着，自然消落，方能踏末后一关，虽云透三关，而实无透者，不过如来如是，我亦如是，从兹方修，无修正无正，妙觉普明，愿照法界，亦为无量，无量为一，大中现小，小中现大，作为成理转大法轮，于一毫端现，保王沙，救拔众生，利用无尽，佛佛祖祖皆为此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，达摩西来历代受受古德传灯无尽光中大圆镜里，日往月来，以至于今，虽然广大法门，甚凡并托，华严香海，戏剧同归，的古的髓者故多，
如麻如素，者何现？去甚遥远，摩外一凡，不达佛心。望参祖席，金山遗风，惠日云蔽，曰其额谬，亦有三端。其上者，才见根，成互影，法界相生，意识纷飞，无非幻妄，顿生欢喜，为是真常。修去歇去，以空为空，不知性海无边，化成无助，果能见性，当下无心，心即见空，即为见性。于是形同槁木，心等死灰，万有道前，一空不敌，纵能力王作托，人世夜时惊魂，况乃不直断剑，必至变作狂华，为因果之皆空，自猖狂而不返，岂非遗忘在心，横杀生灭，能不造生死业，断菩提根。又其下者，见得各招招灵，灵便为是无畏真人，面门出入，扬眉顺目，竖指擎拳，坐时神之活计，张日下之孤灯，宝于木卫明珠，密沾痰于粪土，擎着铁丸，口称玉液，道得辣尽饥，初时方知依旧，是各茫茫无惧。又其下者，从经教语录中挂去葛藤，从诸方举阳处，时人辟拓，发狂乱之见，异于自心，立幻化之色身，作为实法，象征如镜上，鼓动心机，于无脱法中，自身系缚，模形难掩，顿归原相之中，解路莫通，躲向藤条之下，情成机智，时浪奔催，满己满人，欺心欺佛，权势为名为利，却来说妙说远玄，盲驴牵盲驴，研磨盘而绕转，痴梦正痴梦，拈七桶未半香，是则寻绝路而扑火轮，能不由善因而招恶果，如是三者，实凡有徒宗旨不明，沈伦浩劫矣。正因缘后，父母之任，并非开堂禀福之人，欲其名，物之安，为寻周孔之辙，所以欲及以来十年未谈禅宗，但念人天会命，佛祖别传，拼双眉托地，以悟众生，留无上金丹，以起枯朽，岂得任彼邪魔瞎其正眼。
故诸荼毒灭尽妙心，正实有不得不言，不忍不言者，尽于己暇，便为资勉，随意所如。越从上古追雨露中，则提持向上，直指真宗者，并携其志言，守卫山脊，曰僧兆，曰永嘉，曰寒山，曰拾得，曰为山，曰仰山，曰赵州，曰永明，曰云门，曰雪窦，曰元武，曰玉林。十二禅师，藏外之书，曰子阳真人，乃部署月之功，鞭刺成疾者，其他披览未周，及采多未及，非曰此外，无可取也。是数大善之事，时皆穷为动本，究止通宗，生气摩诘不二之门。曹溪一味之旨，能使未见者得无见之妙见，未闻者入不闻之妙闻，未知者彻无知之正知，未解者成无解之大解。此是人天眼目，无上宗臣至于净土法门，虽与禅宗似无交涉，但念佛和爱参禅，果其身达性海之禅人，敬业正可，以兼修于焉，随喜真如，远证妙果。与七莲池大师梵行清净，乃曾参悟有德者，阅其云七法会一书，见论虽未乃述，善知识之动彻，然非不具正知正见。如者相只有者，知可比拟，亦采其要语，别为一卷，以附于后，兼此净土一门，是为了正者，见菩提道场，以了正者，为妙觉果海，屠戮之助，原为总序，便于篇端，刊释来经，嘉惠后学，树基因，指见月，得于忘泉，破外道之昏蒙，夺小乘之坚也。正有后望焉，雍正癸丑巳月朔日。